OK， 这里就是巴黎。OK， 这个蛮美的 sculpture， 你看到吗？我们走了不懂，走来这边，所以我也不懂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可是要懂了就告诉你们吧。嗯，这个地方蛮美的，你看，放给你们看。今天风光明媚，拍东西都蛮好看的。啊，对面也是一些蛮美的 building， 我知道再过去那边。蛮美的 sculpture 嘞，那边就是 Grand Palace。啊，这边是什么就不懂，但是我们是要去 Champs-Elysees。等一下告诉你我的，再介绍一下我的 colleague 给你认识，你们已经看过他了。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以前你看两个、三个，现在只剩一个。哎，我的我以前 Dan College 的朋友呢？哎 ，OK， 不要紧。So。sculpture 都蛮美的，嗯。OK， 等一下我看看这边是这样。OK， 这里是 Petit Palace， 刚才对面的是 Grand Palace， now I know， 这个就是 Grand Palace， 看到吗？这个就是 Grand Palace 了。OK， 这个就是我以前 Dan College 的朋友 ，Hello， 一杯。Say hi to everyone. Hi. 不好意思，我带错了。不会了。我们要 explore 了啦。我们现在要快快去找 LV 的店了。OK. 来，我们走。OK， 这边就是很美的花园。现在我们要去的就是 LV。你看，我们几会走，一来到巴黎就要去找名牌了。OK， 不懂是不是这一件呢 ？LV Palace。我们等一下走走看。你们要坐船那个。Okay, now we are nearer to LV Palace. Where is it? Here. Okay, I need to focus while walking. Not sure whether it's very nice. Yeah? Hello, I'm from Malaysia. No, thank you. Sorry. LV, 为什么？因为他们客人他们有太多。哦、oh, ，Yes, this is the LV boutique. LV Palace 就是这里了。OK， 这个就是出名的 Art Empire， 是最出名的那个地方。看到的 structure 是个大的城门，这边总共有12条 line， 我看全部都很大，这也是一个 big roundabout。So I heard that any car insurance will not cover despite if you have accidents here. So I don't know how true this is. OK， 等一下我们收你一个一对红色衣服的人，他们等一下会跑过马路挡着那些车子，不懂为什么的。不过既然这么好看，我就。趁机放吧，来，我再给你们看。OK， 你们看到吗？他们就是这样成群结队的过马路，而且他们要 block 那个交通。不懂为什么他们要 block 交通，其实。蛮特别的，但是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就这样的爬。跑到非常远的地方，其实是蛮危险的一个动作。嗯，就是不懂为什么他们会这样。OK， so this is the area. Now you can see a very, very clear. Perhaps 这个城墙。像我们是在这里拍一张照留念吧。那这边呢，就是著名的 Champs-Elysees， 然后今晚我们会去看 Crazy Horse， 就是来唯一在新加坡会看到的，我们这边就会看到它的原版 Crazy Horse。OK， 谢谢，你 see ya， 拜拜。